这个刚才还有这三个照片当中，还有一个爸爸就是陈守元。我们请守元弟兄也来说几句。感谢主，我非常的喜乐，今天这个基爱结婚。我首先要说，很抱歉，本来在我们这个程序单里面，有我的任务，可是我在路上塞在车站里面逃不出来，所以我今天就迟到了。那首先要跟这个两家说对不起。那我现在也是很喜乐，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啊跟基爱都是从小一起长大。那我跟元正，就是我们在学生的时候就在一起一个分家里，我们一起服侍主，一直到现在，所以我里头真的是非常的喜乐。我也没有什么多的要说，不过我倒是蛮阿门刚才我们秀华姐妹说的，盼望你们不只是他们啦，就是愿意主能够得着更多的人。这更多的人来自哪里呢？来自我们弟兄姊妹需要有更多的出产，主要得人，主也还要得着地，都是需要借的人的。我们今天也许有的人觉得实在是养孩子是蛮辛苦的，不过我们信主会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当我们为着他的旨意的时候，所有的需要他都知道。我们求主祝福他们，我们感谢主。没关系，我们大家一面我也像听演讲一样，说好好吃，好好吃哈。这个是茶余饭后的，大家这样都彼此说一说。我们今天啊，这个我们家还准备了一个节目，什么节目呢？就是我的侄儿，还有我这个新郎，他们要唱一个歌。这个，但是我要先把音乐要准备一下，所以他们先准备一下哈，我等一下就请他们唱。好，练了很久啊，昨天两个人在这边练了很久，哇，唱得头昏眼花，到后来连歌词都搞错。好，不过很欢喜哈，你们稍微预备一下。没事。